你说什么？你吃蓝莓了？哎，他阿武力，阿武力他把这吃掉了。不能同时间又两个小编吗？不能脚踏两条船。恒伟有照顾他，但他照顾到床上去了。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对不起，张恒伟，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你也做得出来？我是想美说的。什么？你要听我解释。男人止步。立 TV 立视线上影视。